我看看什么警察，这是。谢谢你帮我解围啊，虽然我不在学校。其实我一点都不羡慕周围的生活，也不嫉妒方小雨的成就，所以我就一点都不觉得难看。做法医并不难看，我用我自己微小的力量去帮助那些不能说话的人，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儿的意义不比任何人强。倒是你呀，像你家学这么渊源，难怪这么出色。我的出色不是因为家学，纯粹是因为我个人的努力和天分。像你这样的人再不出色就被人打死了。就冲你这句话，本来想请你喝一杯，可惜我不会喝酒。走啊！哎呀，走，怎么喝两杯嘛？哎，看我干什么呀？看我！哎呀，干嘛呀？刘丽丽。啊，那个我女朋友喝多了，我送她回家。你认识她吗？不认识啊！你看我们这么多酒，说不认识就不认识，酒白喝了。就是，我带你走。少管闲事啊！啊，我跟你说，哎呦我，哎，你站住！哎呦我你们，你把他放走了，你给我当女朋友是不是？别乱来，我是警察。哎呦，哎呦我操！当我们第一天出来混啊，拿警察吓唬我们？就是，有证吗？我看看什么警察，这是。哎，是老六，老六弄他，来弄他，老六，来，是他。走，哎呀，走了，走了，弄弄他，弄他，追追，动人。走，快点。一束光在灰暗里展开，循着记忆洒下来，有一些温暖。你手是不是可以放下来了？从离开，跟着呼吸同在。刚刚那两个人的容貌特征我都已经记住了，回去我会和林队还有林涛说的。嗯，谢谢你啊。这次真的谢谢你。没什么。刘丽丽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可能心情不好吧。那我们回家吧。是你守着现在和未来，才让爱存在。Thank you.